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，愿多能善。莫言小说改编，我用文字书写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。《芈月传》导演郑晓龙又一巅峰巨作，他就是在赞美生命。国际影后周迅，我看大纲的时候，我觉得天哪，这女人简直是太有生命力了。挥洒生命，真情主演。12月3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到8点，纬来综合台《红高粱》。